就我觉得有那些毛病，然后坚持不下来的毛病，我觉得听了那么多，我自己的认知度也很低。我现在尽量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吸收到自己脑子里，然后去改正一下这些毛病。我也想陪在你身边，那我就试着去在成都就去找一些从基本的东西开始做。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在乎你的，我觉得我要试着去找这方面的动力。听刚刚老师说那么多，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太草率了。说实话，这段感情其实你陪伴我的日子，我真的觉得是特别开心，特别有安全感的。我还是很犹豫。请亮灯啊，回吧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 PPTV 巨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我也是明白事情的人，我也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安定待在成都，我好好找工作，我一定好好找。我觉得我就是在乎你的，我能坚持下来，我也听了那么多道理，我自己脑子也想明白了，好不好？别老思考了，做点事儿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本节目礼品由保湿护肤。